随着互联网成为文化内容流通的中心，资本与广告更倾向于向互联网企业汇集。某门户网站以此为基础，自行制作网络剧，选定韩流明星丁义主演。而网络剧就是通过网络播出并传播的电视剧。중국에서굉장히큰회사에서제작에참여를했고또방송이나가기때문에사실그파급력은사실방송이나가봐야알것같은데제가생각하는거는어쨌든이드라마의스토리랑이런캐릭터가지고있는굉장히큰매력이있기때문에그래도꽤이슈는되지않을까 생각이듭니다丁义宇是在中国逐渐被观众深深喜爱的韩流明星，据说他在中国的社交网站上的粉丝超过1600万人。这家门户网站发现韩流明星市场性，果断地进行投资。我们这一次呢，也是第一次跟韩国共同投资联合制作，而且呢，搜狐视频将会作为这个全世界的一个首播平台。首先呢，以这个中文字幕、韩语表演的这个方式奉献给广大的网友。同时呢，我们也会联合我们的制作方，把这样的作品发行到日本、韩国，甚至亚洲。韩国的金钟学制作公司对这家网站制作的网络剧进行共同投资。这家公司之前一直主要制作电视剧，为何又会投资制作以网络为基础的网络剧呢？ TV 드라마시대에서이제멀티플랫폼시대로가면서시청률도많이낮아지고또한이제뭐접근자체들이이제시청자들패턴자체가또많이달라지면서조금은어쨌든저희가안그러면도태되는지않을까라는생각에웹드라마콘텐츠를기획을해보자这里是江原道金善，丁义宇主演的网络剧在这里开始拍摄。虽是中韩共同投资，但主要由韩国导演与工作人员负责制作。이장면이제여주인공처음만나러이제가는길인데이제저와는정반대세상에사는그런여주인공을찾아서사랑에빠지고벌어지는그런로맨틱코미디군요